阿姨，我对静茹绝对是全心的啊！我承认过去我是有较爱耍，也毋过拄到静茹了后，我着就是要好好定落来。其实我会这么介意静茹，迄是因为我伫身躯顶看到阮妈所有的优点。踮在静茹身躯边哦，我就感觉我足安心的，也足稳定的，就是要赶紧甲伊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啊，我看到的拢是静茹的个性，伊是虾米款的身份，虾米款的背景，对我来讲完全拢无重要。阮妈甲阿姐阿姨，恁大家嘛是拄熟识尔，难免会有一挂互相误解的所在，啊，不过迄拢毋是问题啦。我会用我的诚意，互恁对我放心。我嘛用我的诚意，予咱两家伙仔未来会当好好相处。我是毋知阮静茹的优点哦，是毋是有参照饭堂遐尔啊多啦？阿姨自细汉，功课就真好。伊是体谅阮爸妈遐尼辛苦，才会遮尼早就出社会吃头路。伊就是欠栽培啦，若无，伊一定会当读上好的大学。甚至是出国留学，安尼，伊伫咧任何所在食头路，就毋免对主管也是头家婆婆塌塌遐尼卑微。讲真实的，谁会当查到伊是谁的福气？对啊，我就是感觉哦，我真正是有福气。静茹啊。恁家的人是就看中你的呢，安尼你人缘遮好，佮继续佮你绑伫阮湾里，是小过无彩啊啦。我看你应该是爱去甚物哈佛还是耶鲁啊？哦，我伫佮到时阵，希望伊都配你袂得过哦。啊，真正去读遮尼好的大学，想配去想，毋知咧。坦白讲，伊拢是我的姑囝。我自细汉就甲伊讲，只要是伊喜欢的，我拢会喜欢。不管对方是甚么款的查甫囡仔，我绝对拢想办法接受。结果是娶过门了，才达到我个尴尬嘛。啊，对啦，未来亲家，有一件代志我已经决定好势啊，啊，不过还是要甲你尊重一下。我有买一间厝要予因啦，就当作是小店。啊，车价部分就交恁女方啊，啊，就当作是嫁妆嘛，啊，恁交公平啦吼。安怎？有困难是？当然啦，这车价钱我出嘛无问题，我是惊恁会去用讲话，啊，咱唔知，我当作我是用钱来恁翕的。喂啦。就合理的啦，啊！不过这件代志哦，我嘛是爱甲阮牛的，当去小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拢是你咧做主啦？讲什么尊存？若是真正尊存，唔得先问过阮爸妈意见。静茹，我看你得这样礼貌，气质阁这好，啊！你这小弟哪会？小弟安那？无加教。我是较粗鲁、较慢，讲话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我唔是无家教，你骂我无要紧，你莫牵到去阮爸妈遐去。好啊啦，坐落。你莫白，坐嘞。冯董哎，歹势啦，我姑囝啦，拢许我先歹去啊。既然气氛就安尼啊，有一挂话我是来讲个清楚。李小弟，我请问你，你害子婷受伤，几百万的表母派去啊，你无回失的态度阁大只硬，啊你毋是无家教，无是啥？妈，你敢有需要这个时阵，伫这个场面讲这个代志啊？刚安怎讲子婷，我叫你一声阿姑，叫我一声姑婆，我替子婷透过都有啥物唔对？李小弟，你也别回答我哦。那个代志本底就是张子婷唔对啊啦，
你现在才要提起，超工的哦。我来讲啦，你若是搁要安尼计较吼，我阿姊嘛无一定嫁予恁老师啦。爸妈，等等，你讲已经错，我是感觉。感觉安怎？金柔，你该想清楚。当然，歹势，应该是我的味啦。啊，我透早出门哦，阮家饲牛的嘛，迄牛条顺顺看看，门锁起来，无细哩踏着牛屎，我有穿到足清气的，所以可能佫有淡薄味啦。进楼进来啊！啊！你顶摆要创啊？我收汤球。啊？一张破鞋尔，球当然要创啥？这鞋仔你穿了惯死惯死，穿这做代志才溜了，敢毋是？是安怎要等着？煞毋知，打着屎啊，跳脚体哦，有啥会晓用屎面呢？你就是安尼啦，无礼貌。今日大家食饭食到好好，你就要补一次，让大家无欢喜。你搭饭去食会落哦？我是食一嘴就要加着啊啦！你未来大家讲话遐尼歹听，越来越气。人根本就无遐意思，是你家己爸吧？你敢知影？你何以弄外歹做哈？好啊啦，静茹，恁食点麦安尼好无？阿妹啊，伊龙跟我讲啥？无啦，伊就体谅我，啥物拢无讲。无就好啊。嘿啦，一良吼是对你袂歹，我嘛看会出来，伊对恁小弟哦是有较吞忍啦。啊，毋过你嘛知影，你小弟就是歹迄支嘴，伊也无迄个心嘛啦。搁再讲，伊嘛是咧为你呢。静茹，呾去看伊家庭，你家己真正想互清楚呢。爸，这件代志要准拄煞好无？以后若是搁要见面，我会替你把你的青纱拢穿好好势，袂让你落亏。啊，对哦。哎呀，我着有屎哦，互你闹开哈。免，你唔免替我传啥物件啊？该遐个人做伙哦，真正一点仔意思拢无。啊，毋是我咧做人诶，是规身躯诶青菜咧做人。我真想无，你哪着委屈你家己？该遐个人伫遐白眼嘛。我袂委屈啊，拄只妈嘛有讲，伊拢真正对我足好诶。好，你心酸哪来啦？是安怎好偌久？你当伊妈会晓当偌久？啊是你想要后半世人就亲像狗共款配合因的一切啊？你讲啥是狗？哎，静茹，林慕白，后生是我的啊，我家己会教。啊，不过伊讲的嘛无唔对，生活习惯差侪着，身份地位搁未变者，要安怎做伙？静茹，有心这款代志，无面子的，爸爸吞。你把囡仔生落来，爸爸饲。爸爸不是迄款哦，老古板。我甲伊龙特别结婚啊，你即马讲这有啥物意义？我清楚不知影你是安怎要反对的。我
我嫁去有身份地位的家庭，有啥物唔好啊？你毋是讲人爱往上爬、啊？我是讲过人爱往上爬，啊，毋过毋是教你爱对人婆婆塌塌。你爱往上爬，你爱做好，互人尊敬，这毋才好做往上爬。你还毋是呢？你这尔有才情，你靠你家己够袂用的，是安怎一定要嫁予一个用鼻孔去看人的家庭啊？讲到底，你就是无想要出嫁妆，你想要搞钱，第一号林木牌去赔迄200万。我你莫讲啥，你即摆讲啥，你讲啥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会，你即摆怎啊？你有心啊嘞？恁查某囝啦，讲我看钱比伊的婚姻搁较重啦。我即摆讲予你看，你迄身厝哦，叫因家己去住啦，啊，车价的钱哦，莫讲200万。你卖一生五年拢卖得出啊！哎，李慕白规家了代志，你搁才承认？啊我嘞，我拼性命争取我家己的幸福，你是安怎一直要阻挡啊？查某囝等涂骹，后生捧出来，敢有啥物事？志龙，我甲你等涂骹，我当时甲你等涂骹，我听你叫做我来害你。无的啊，拜托的好不？你即马有心呢，大姐，你是真够超过呢。像超过，像超过啊！若不是你给人车倒，几百万的手表用歹去，今仔日嘛袂有这个代志啊！你有啥物资格大细声？哈！你有啥物资格大？你是拍煞袂啊？冲啊！你叫死呢？林木白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搁对你大姐安尼起脚动手吼，我就把你挂出去哦。医生把我杀的呢？啊，你大人大姐互伊杀一个是安怎哈？我拄才因讲过啊，伊即马有心，啊，若闹体要安怎哈？来来，姐，阮大家拢希望你会当得到幸福，啊，不过今仔日免阁讲啊。规日恁就是反对我嫁予伊龙，不要紧，我家己知影我要挃的是啥。你要挃啥？你嫁予伊，就是伫咧外口光鲜亮丽，啊，不过你回去厝的绝对是无任何地位。你想怎用脚头骨想，我拢知影。哎，你用头壳想，哪会想袂清楚啦？至少我袂规身躯拢牛屎味。真是臭妈啦！就算恁拢无要来我的婚礼，我嘛是会嫁予伊。像爸爸安尼啦，你明明就不要见到，是安怎要去做肉店？之前是爸爸，你嘛是伫怀疑阿杰是毋是为着你才出手甲是认识的？泰国分公司已经有消息，明仔载我就会得到完整的报告。张家良的太太是你的亲大姐，上重要的是你要顾虑到阿爸的心情。你出手拍盛源，敢是要替我出气？记住你。到他你的亲身，我替你感觉真唔甘，我该教训一下你。张家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在阴谋？我伫你的目睭内底看到人的脸，惨啊！伫你的脸，搁写在的脸，无忍住。你敢知影？我刚妈看到你的眼神，有偌艰苦？是迄个眼神，妈才会走到这尔济公，才会弄着人，才会跋倒，才会受伤。伊这一个人秘伫咧房间内底，目屎流袂停，讲唔惊到我做啥，因为惊爸会知影。你为着要替我出气，干死爸啦，啊，来回生一个就天选早嫁的爸爸较快。我只要看到恁这块囡仔会当过得快快乐乐、平安顺遂，我就欢喜啊！答应我，大家都会快快乐乐，好不？你莫袂叫，子晴甲子祥才是你的囡仔，真的袂？是你冤仇人高尚甲高尚你的囡仔。你是看袂啊？高人美甲高人形象，囡仔，
你讲。用心人无罪无罪，我的心坚定打袂退，这是我爱你的。